灵魂的家园。西方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在北京举行，中国、俄罗斯、南非、巴西以及印度五国外长出席，这也是西方五国外长首次举行正式会晤。当天，2017年第二次西方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在上海举行。两个会议将为9月在厦门举行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做进一步的准备。中国驻老挝大使馆18号在当天发布的安全提醒中说，老挝在新北省16号发生不明身份人员枪击事件，造成一名中国公民当场。